两名员警走出电梯，这里是医院外科加护病房，气氛紧绷。被民众手机拍下，员警快步走进加护病房换班，就是因为炸弹犯林英昌伤重还无法下床，就怕有任何闪失，警方24小时严加戒备。 全身是伤，瘫坐在台铁区间车座位上。林英昌脸上当时没有丝毫惊恐，异常淡定，让人起疑。一名遭波及的林姓女子事后在脸书回忆起案发前，坐在爆炸的第六节车厢上，而且跟大家一样都在低头用手机。接着右前方出现火光，之后一声巨响，导致耳鸣。她还听到乘客们的喊叫声，只好跟着人群往左边车厢跑。由于当时场面一片混乱，害她摔倒在碎玻璃上，导致手部跟膝盖擦伤。 跟其他伤患相比，伤势相对轻微。警方事后发现，主嫌林英昌可能想模仿千面人下毒，或企图制造更大规模的爆炸案。 台铁爆炸案主嫌林英昌至今还躺在加护病房，警方在他车上找到像这样子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不锈钢块，怀疑他当时是想把这些不锈钢块放在炸弹里头增强威力。不幸好他最后打消念头，否则伤亡人数不堪设想。 除了不锈钢块，车上还有一罐农药，不排除他可能想模仿千面人或者意图轻生。林英昌把车子后座改造成床板、锅碗瓢盆，甚至连瓦斯都放车上。另外还有一只小白狗与他相依为命。由于林英昌牙齿整排断裂，舌头有穿刺伤，加上插管无法言语，院方粗估至少要下周才能侦讯制作笔录，厘清背后动机。记者宋君章、若愚台北报道。